这一条视频就是骂哈登、骂纳什的，不爱看的赶紧走。哎，先喷谁呀？这给我气糊涂了。先喷哈登啊，一打硬仗就拉胯，一打硬仗就拉胯。打雄鹿、打热火、打勇士、打太阳，哪一场不拉胯呀？比赛我可以接受输，我看火箭18年没夺冠没事儿，打不过勇士我也不在乎，但我受不了窝囊窝囊。输你也要输在冲锋杀敌的路上啊！你现在干什么呢？撅个大腚晃悠半秒过半场，再运个半秒甩出去，你看看哪一个球星像你这么打呀？你现在已经比布克都差得远了，你知道吗？看人家布克怎么单接16分干花比赛的，现在已经不是腿疾不是规则的问题了，是态度，是态度。知道为什么篮网全场嘘声吗？你的主场啊，因为我们觉得输得窝囊。再说那时啊，我知道你差，我知道你狗屁不是，但我真没想到你能这么狗屁不是呀。给你个乔丹你也不会使呀，一打硬仗你啥不干，先进两个人玩，你人多呀。我想问问你这是啥毛病啊？太阳本身现在实力就在篮网之上，你打太阳把格里芬、布朗给禁了，什么意思呀？格里芬再差他不比米尔萨普强啊，你看到米尔萨普在场上都被打傻了，你是瞎吗？拴条狗还会汪汪两声呢。布朗今年是篮网防守最棒的球员，你上那么2分钟，就算布朗再差那不也比那个大光头卡特强吗？篮网就被打出屎来，你也不知道叫个暂停，咋你那个暂停最后能换钱呀？篮网一起誓，哎，你保证叫暂停，你他娘真是个人才呀，你真是个教练的天选之子呀。你除了杜兰特打48分钟你会个屁呀。恭喜太阳16连胜，你们牛，干得漂亮。大家觉得呢？